这个可能也会讲一下，冰果双糖屋。现在这边还有什么幸运宝石啊？预计我可能会先把活动都讲完吧。因为主线卡住了，主线卡住的话，我应该会从其他地方跟你们介绍。不过也很好奇说，那我只是我主线卡住，我要干嘛呢？基本上我会去私底下吧，可能会去解一下魂卡。对呀，扩充一下。我以前直接都用买的啊。你就看一下装备这样。经济场很扯，都打不赢。那玩着玩着，我也不知道谁是谁。哟，我居然会宕机耶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这真的是太扯了，想不到我们会宕。人家最新组队的有谁和？游戏的组队非常的热闹啊！安娜不当组队啊？才刚讲完而已。陨石晶晶即将在市场出卖。What？为什么他们都看得到这个吗？哇塞！有点猛好，那我找线王就从这边找好了。我看到好多人有去哦。那我可以去他家吗？真的假的？那我们干脆就从那个从里面接到伙伴就好了。该不会我卡了吧？